如果可以重新选择，虽然我现在不在你身边，可是我要你知道，你不会是一个人，我会一直一直陪着你，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，好吗？三年就变这样，把门关起来。空调怎么突然关了？现在管制进出，这样把大家关在一起，医院根本是病毒培养皿。我可不可以再提一批撤离名单？你是没有决定权啊！你怎么都只想到你自己啊？你没那么伟大。护士也是人，一样会生病。你是不是留在 B 栋？他现在就是我。他留在这边，我们都很害怕。如果我们大家都被感染的话，请问谁照顾病患？你们都不会觉得不甘心吗？给我出来！救人啊！把人救活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你想再长一样？在第一线，不行。爸爸。那等病人好了之后才可以离开啊。出去之后最想要做什么？太多了。你呢？我想要跟以前一样。